来，好听歌曲，比咱继续来进行着咱专人专访的单元。咱现场邀请到的呢是咱的圣马尔定医院的骨科医生黄丽仁黄医师哈，一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哈，会当可能食药啊改善哈，啊，这是注射玻尿酸会当改善哈，哎，可以当无代志哈。啊，但是呢，那是正经无多啊，安尼物理改善的话哈，可能哈，搁爱当着手术。啊，手术呢，哎，有穿痛诶哈，啊，毛上新呢，即个机械手臂的部分，啊，到底差别伫倒位，到底要安怎来做选择？接下来请来黄医师来跟咱做点即个分享小改部分。哎，黄医师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罗纳这间公司，伊是爱摄 X 光，伊无摄电脑断层。是。哎，啊，伊摄出来是二 D 的影像，伊嘛修像是为髋关节摄那个足底哈。啊，伊也用伊的技术哈，把二 D 转换成三 D 影像，储存伫咱的电脑内底。嗯。所以，阮要开刀前啊，阮已经有患者规个下肢的三 D 影像的结构。哦，所以电脑的滚头刀，电脑来处理这个会更较好。啊，所以安尼就是会变精准。所以你看咱啊传统的啊，阮就摄一个 X 光就会当开啊。嗯。啊，你那是裸纱这种启动，你一定爱先前置作业。是。啊，这个前置作业就爱一礼拜。一礼拜。嘿，就是你爱先去摄掉这个影像，爱上传微米工。嗯、啊！伊数据中心处理好了，再个回传。嗯哼。啊，安尼来回作业时间。啊，但是该等嘛，还是爱等啊。诶、欸，那假设伊安尼其实是有价值的，就是讲对阮医生来讲，阮就足清楚的，当个这个人工关节坑的位置跟我足精准的，因为其实对阮而言吼，一个人工关节倒位上少嘛爱用二十档，啊，我变那伫倒迄个时阵，就我就确保伊当用二十档以上。现在人会问一个问号，就是讲，啊，我用健保的就好啊。嗯。哎、欸，但是用健保的传统的跟咱的这个罗莎机器设备，伊都是无同款的结果啊。但是完全无同款，因为咱健保有两块塑胶片啊，伊顶下拢是金属嘛吼，伊、哦、个塑胶片啊，伊会磨损，啊个氧化，吼、哦、啊这个时间超长，就是必然氧化跟磨损。嗯哼。啊，过来就是伊袂使估，伊的活动角度其实是有限。限制较济。限制较济。伊的这个恢复期应该嘛较久吧？通常甲你讲，啊，你个爱生意三天半年袂当记来什么之类的吗？嘛袂啦，人工关节用健保的嘛是袂。袂吼。嘿，袂，因为阮的治疗其实流程拢是一样的。嗯哼。阮大概然后就是人工关节是第一天开，第二天行，第三天阮引流管拔掉。啊，你若要等，你就怎么等？差伫遮啦吼，唔过，咱讲的这个黄医师吼，真厉害吼。黄医师是咱这个分家人地区吼，对着咱的这个机械设备，不管咱拄只所讲的这个 Mako 或者是咱的这个罗莎部分，拢真有经验的，所以嘛，真侪患者的信任，嘛是真重要的。是，因为我是感觉讲，爱好患者怎啊讲，有这个选项。啊，至于你要算不爱算，还是个另外一回事。嗯哼。还有诶，第一届上好开啊，假设保护一世人，安尼嘛真系好啊。好啦，今日咱的黄医师吼，可能讲到遮侪，即个子孙的保护嘛是一般。讲吼，咱的乡亲时代会当有个较新的认识，会当有较新的知识。尤其是咱讲吼，咱这个黄医师本身吼是咱的凤甲兰地区吼，这个机器手背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吼经验上丰富的吼啊。所以咱今日感谢着咱的黄医师来讲的这些相关的资讯。最后，黄医师家有啥物特别不个人叮咛补充的无？通常最后一句补充的就是讲预防胜于治疗。啊，这个关节的部分会使预防的，就是你爱愈年轻愈早，你就爱扎正确保养的观念。啊，正确保养的观念就是讲，莫增加你膝盖的额外负担。我头拄好讲了，尽量背关背肌骨来骨皮莫动。嗯，假设会使能免则免，过来就是讲。一定要有运动的习惯哦。假设你这个习惯对你一世人，那你为家得到的好处，一定足侪中间一定会包括着你的关节一定依然继续用。啊嘛，包括讲食食的部分，啊个运动的部分嘛袂当少。好，啊，咱今日感谢着咱的这个黄医生吼，跟做的相关的咨询。啊，当然那是对着咱的这个骨科的部分吼，对着咱今日所讲的，哎呦，医生我真吼，唔知安怎，怎么找到黄医师呢？大家好，我伫这个咱这个陈主教授嘛，你准备。骨科，大家若有这个需求啊，吼，会当来问诊来讨论。是，会当这个黄医师吼，啊，为咱来做解答啦吼。啊，当然咱今日特别感谢了咱黄医师啊，这么多的当中呢，为咱讲到这么多这些知识的部分，谢谢黄医师。还感谢各位，谢谢。